朋友晚安，来关心天气状况了。我们来看后头资讯影像，这个是傍晚的天空啊，哇，超漂亮的，有橘色、黄色的，这是哪里呢？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在桃园虎头山看下去的夜景。其实西半部地区啊，今天空气品质比较不好，提醒啦，明天其实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也会稍微差一点，就戴个口罩吧。我们来看今天的最高温、最低温，最高温出现在台南预警30.5度，外岛的金门11.0度，也就是今天的全台最低温了。明天天气会怎么样呢？其实还蛮好的哦，可以好好把握。全台湾的高温都有机会上看到28、29度，都蛮暖和的。而且有注意到吗？水汽也不多。你可以看到，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一，水汽都非常的零星，顶多就在东半部宜花东有一些降雨的机会，西半部基本上都非常的干燥。所以提醒大家记得多多保湿了。那礼拜二的时候才会天气比较不稳定，因为到时候呢有一个系统来，所以呢整个东半部还有北部地区才会开始下雨，所以几个天气懒人包我们就要提醒给大家了。周末比较暖热，但要注意防晒补水，早晚温差也都会比较大，可以洋葱式的穿搭。那空气品质的话，中南部会稍微差一点点，提醒大家不要在户外做激烈的运动，也可以戴一个口罩了。以上是最新的天气资讯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